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将会在7月20日为民众送上林子祥开心演唱会，届时林子祥将会倾情唱出他40年来的经典金曲，相信一定能够让歌迷们爱到发烧。1980年，林子祥凭着在水中央以及分分钟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上连获2个金曲奖，奠定了天王巨星的地位。纵横歌坛40年，林子祥创作以及演绎包括了《海市蜃楼》《追忆》《谁能明白我》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一次大庄家赌场度假村特别邀请民众来到了全新的大庄家会展中心，享受林子祥的开心演唱会。演唱会时间是7月20日的星期六晚上6点，门票售价从78元起。想要订票的民众们可以登录大庄家赌场度假村的网站 www.pachanga.com。